这个地方啊，疯狂的过安检，而且还蛮严格的，自拍棒也不能拿。那在后面这地方，各位看到很多一个高的尖塔，还有旁边很多小圆顶的，那个呢就是后面那个地方，后面那个地方叫做后宫。因为在奥斯曼土耳其的时候呢，他是强调男女要分开。男生住一边，女生到后面，尤其是那些宫女啊、嫔妃啊、皇后的，全部都后面一样。其实全世界的这个都是一样。那这边呢，一排烟囱的、啊，就是那里，那边是厨房，哦。那外面我说过、啊，那边有厨那个什么，就是烘焙坊，因为很多他每天都烘很多的面包和面饼。那加上厨房，厨房的话，它就是那些面包、面饼来到这边，跟我们的调理那些肉类、青菜什么的。那每天、啊、他一天要准备3000人份。因为它还有里面啊，除了那些官员、那些皇族，还有官员，还有那些嫔妃、那些太监啊什么的，还有那些卫队，那加起来一天就要准备3000人份，啊，早中晚，而且什么还有什么下午茶、宵夜什么的，一大堆啊，都在这个地方。但是他们呢、啊，上菜之前一定要做测试，也其实高官都是一样，都很怕死的，所以它里面后来现在是一个展示厅，现在的厨房是一个展示厅。如果说你等一下有空，你可以进去看他以前的那一些餐具、厨具哦，这国外贵宾送来的，或是哪边使节送来的，啊，那时候他们都很喜欢用银器，还有陶器，因为陶器是从远从中国来的，非常珍贵哦。OK， 然后呢，在这边后面呢、啊、是那个这边是第二庭园，我现在进来这是第二庭园，这是第三庭园，后面第四庭园，哦，我们会一路再进去哦，我们慢慢边走边讲解。嗯，接见重要外宾或是重要会议都在这儿，因为他打下回教国家，所以他把所有回教的圣物都集中过来。这是后院，皇帝住的地方。哦，应该是住福山。嗯，连厕所都蛮漂亮的。这一条都是文物啊，但是不给拍。所以说呢，可以自己过来看一看。那刚才有偷拍到一点，那还有一些很漂亮的一些茶具。我觉得还不错。
注意看一下，这是埃及的方尖碑。基本上啊，他们底座都蛮低的，只是这个整个广场都垫高了。方尖碑啊，通常是成双成对的，那只是这里只有一根，所以有很多传闻说它是沉进海底了，运送过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意外之类的，或是被污走了。这家是很多台湾人来买灯的一个商店，就在市场一号门的附近。我觉得灯光很贵。灯泡，那到时候问问看灯泡多。在伊斯坦堡啊，这个换钱的地方很多，你可以多比几家，那汇率有差。